来吧，皎月，谢谢这个小绿豆，这个开通的一个月钻粉，谢谢啊，谢谢这个小绿豆啊，这个开通钻粉，这个亮子要进钻粉群的话，可以加左上角的助理，也会拉你到里面去的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真话，用用小黑夜吧，全军出击。这相当能帮一下吧，艾克打野。月亮同样会升起。这蹲一下就走吧，这埋伏坠机会蹲太久了。再克要去了，这把点了韧性，没攻速是会慢一点的。放血艾克反蹲一下，他可能要来杀亚索。还是有意识的啊，但是没有用，这个血量直接秒了。所以这种时候就不要往那边去了啊，不要有侥幸心理啊。你要想，你那么点血，如果里面有人在你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有侥幸心理啊。再往上拉一下，他这波只吃到一个助攻，我们先回点血来，他三级，先让他刷一组野，我们等个惩戒再抢他另外一组野。我们中上都有线权啊，而且对面上路是个狗头，不怕他，他开 W 我们就往后退就好了，不用管他，再 Q 一下，然后假装走。等一下一波技能 CD 啊，等他把眼插了。哎，我们先排他的眼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时间不 A 这个视野的原因，然后再把野怪仇恨值拉掉。这狗头好像过来了没有？狗头回家回状态了，他没眼了，慢慢拖啊。仇恨值拉掉了，哎。曼陀剑魔过来了，他很生气。
直接 Q1 了，阿离没状态可以宰他，让他队友全带过来，我们野区优势线上优势，所以相同的人数的情况下是一定能打得过的，就只要拖就好了，加上他们上路是个狗头，他必不会来的。赛克在旁边，他有点不服气啊，他这波三级打我五级，我惩戒回血了，他这波直接烂掉了，中路也烂掉了，中路刚才是亏着兵线过来的，所以你在野区打架，首先你看这个英雄的强度能不能打得过，其实你要看线上的支援，知道吧？直接被我们拿捏的死死的，这狗头大快结束了，先 Q 一段，然后出他的 E， 他大马上结束了，再 Q 一收掉，我老狗头了，狗头学家太懂这种屌东西了，所以你们看到我碰到上单是狗头，我一般我都不去上班去的，因为你这个东西有跟没有一样，前期啊。差点钱出纳什，四级艾克，六级皎月，其实也怪不了狗头，这英雄前期需要发育呢。会有人听到我的。这弹幕好像露出了狗头啊！我们把这先锋再控一下。确实不怪狗头啊，怪玩狗头的玩家，他选了狗头啊。英雄是没有罪的，有罪的是用这个英雄的人。我感觉好像可以杀他，杀不杀？先 Q 消耗一下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半血，剑魔有点蓝在，可以杀了。啊，那没闪现吗？算了，等他一起来吃吧。他们在打龙了，这波先锋可以串那个塔，再杀他一次。等这个剑魔上线，然后我们开先锋。
狙击手已就位。他这波狗头没大招，很脆的，应该上线了吧？他先死的，对。给这个剑魔标记一下，我开先锋这波直接杀了。先 Q 他一段，他跑不了，剑魔跟上。这剑魔怎么不跟一下呢？我以为他知道的，他怎么在吃兵线？这波跟一下他死了。我已经提前给他打信号了。我这波刷新好多东西，不想回了。你在搞什么飞机，剑魔？不会死，我这波直接一发无限连。这闪现是为了防止他打被动，多一下就死了。而且我们带猛男冲击的闪现还可以刷新一段穿透，伤害更高。弹幕说的没毛病，闪现的话，这把是猛男冲击，看到没有？有猛男冲击的话，伤害会打他更高一点啊，刚好把他杀了，补上一点点。再来个戒指，现在皎月不用出半肉吧？半肉皎月伤害比较低啊，说是皎月被加强了。我操！护驾，护驾！这鸡兄弟可以，不愧是跟我双排的。哎，这要不是跟我双排的，这波应该是不会给我挡子弹的。给机器人分个一品带刀侍卫啊！这机器人就是上把的石头人。萨米拉，可以杀他呀，早点过来，你晚了，这时候过来不是送吗？好送，哇，这连招有点快的，但是好像他还是送了。来个机械飞爪布里茨，一个亿能量铁拳。来个表吧，
几点 solo 赛？七点吧，你们先上号好了。艾欧尼亚，好吧，我先进这个武馆了解一下规则啊。打完这把差不多了，这把结束的不是很快啊。UFC 格斗赛，这个第一名可以获得一万点券加一个金腰带称号啊。觉得自己可以的，可以登号了啊。平时弹幕不是都一个一个都比觉得自己厉害吗？是时候展示一波自己了，给你提供一个舞台啊。音符大舞台，有打你就来。来接个大，接个大，我有大在的，我怎么被卡位了？来接二宫本，差点死了。啊，两个伤害很高的，他再接个大杀完了。Q 区 Q 区，双区啊，微信也能登吧？我记得。救一下呀，有狗！索尔。大拉出来了。哇，这藏獒这是盯着我咬，他大怎么好这么快呀、啊？我大都没好的，他是 CD 学家冰甲，那没事了，神圣分离者。这把队友玩的还行。这个犬太狠了。见人就咬，这谁顶得住啊？黄昏即将来临，这沙米拉手速蛮快的，这个 AD 啊，有一说一啊。有点不敢直接过去，等一波机器人吧。得需要一个人帮我补点伤害，对面太灵活了，二伤害不一定能打得出来啊。兄弟，你这么勇的吗？
来了，我的拍档过来了，拉三个。月神冲刺，闪爆他们！这不好吧？啊！算了，给你吃个红吧。他们不会听的。大龙打了吧，他们打也死了。跑得挺快的呀，感觉这锁离开我还是不行啊，我要被围剿了，赶紧论。旁边有人在，他迫不及待想 W 我了，一个貂帽，等我有大啊。AD 玩的还行，红 buff 给他留一下吧，稳一点，直接来个美甲。这版本肉脚月不厉害，也不是不厉害吧，肉脚月被削了，输出脚月加强了，那等于相对于输出跟肉对比的话，等于肉被削了两次，输出加强了两次，那选哪个就不用我讲了。但肉的容错率高，我们 Q 的准呢、啊、不需要这容错率啊，主要是 Q 的准呢、啊、
怎么没人接啊？这波接到感觉全死完了，拉了四个。这个亚索刚才没在我旁边吗？感觉有人接个技能，他们全死了，差一点点。这个金有狂风之力在的 ，EA 伤害没那么高的。EW 哪有那么夸张呀 ？EW 的话加 A 你 A 两刀，最多给你打个1500，再减点魔抗，应该打他1000左右的血。1000左右的血，他这个点的话血都差不多2000了。不行，得跟亚索配合一下，没有中亚在。人能杀了，但是我自己死了，输掉了，很亏这样的。这个亚索的大跟我互相配合一下。打完再跟你们聊，一聊天又分心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这把游戏我一次都不会死，死一次待会抽100，给自己点压力，来波悬梁刺骨。坏了坏了，有点不对劲啊，稳点打。这就开疾跑了，你是有多恨我呀？我抱团，我肯定是不会死的啊。真卡人啊。他们打大龙打一半又回来了，没前排了，狗头死了。我是月亮的选择。在克抢三环抢龙，来，我也有三环，给你抢。他怎么连抢龙的勇气都没有啊？你不抢龙，你玩什么艾克？哎，对面能不能让我死一次？很烦呀，想动个100都这么难吗？
哇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我一百没了，看在艾克的样子，他怎么不敢杀我？在艾克，感觉他来棍子我就死了。杀人书不要了，感觉这把女妖比较好。黄昏即将来。不是，你吃什么蓝呢？你又不缺蓝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是不是？只是前面没在认真操作而已啊。有时候就得给自己来点压力，激发下自己的潜能。四分龙吗？中团一波了呀！算了，不开，等一波队友不烂了，我想烂一下子。骗了，想骗一波对面技能没骗出来。这分墙，侧漏了。来杀了！哎，怎么有点杀了不过、啊？那是不可能的，这都是幻觉。想吃一百，吃屁去吧！就是这么极限，机会给你了，你不中用啊，沙漠死神！哎，知道主播稍微认真玩呀游戏的实力了吧？对呀，哎呀，哎，怎么感觉腰有点酸？好想去捏一下。五万伤害，走一走，提交。